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，中国原创的国际顶级赛事，中宣部中华文化走出去重点项目唯一体育赛事，中国临沂2019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，中式台球民族赛事第八季揭幕战，国家奥委会旗下世界台球协会、中十八球国际联合会联合支持，分站赛冠军奖金150,000，美英等20国30余名海外冠军热情相约国际赛事，全球300多名顶级高手集结2019赛季起跑线，1.2亿球迷翘首以盼，100万年度总决赛冠军巨奖，奥利世界撞球之巅，2019年4月8日至4月18日，临沂市英之谷田园综合体，真国际大师去酣战临沂，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